听到没有？这是夫妻俩在一个厂子里，不是就是夫妻，而是专门偷东西的，专门到厂子里偷东西的。他是盯着厂子里有一个营业员的时候，然后进去夫妻俩，你看连连两次，偷了两条烟了已经，这个烟已经还是不错的烟，偷了两条。这个男的故意在前面给这个女的打岔岔，说这说那说那说这，故意影响他的注意力。女的在后面是他的黄金搭档，看这个酒，看那个酒，看那个酒，看这个酒，看一圈子，看你看他这个右手，右手在那个烟香烟的位置。看第一个吧，第三条了，已经是第三条烟了。这个男的在故意影响他的注意力，叫这个女的往那个方向看，他老婆在后面好容易把他偷的东西转手装起来，马上又拿了。说每个营业员，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哎，又拿了一条，第四条了，千万要注意这样的。他真的想买东西的，他不会给你打那么岔岔，越是打岔多，说的话多，越要注意这种人。走了，到前台了，说着说那说着说了一圈子还是不买，四条烟已经搞定了，偷走了。这个小女孩也只顾玩手机，没注意那么多，提醒我们干超市的，小超市干吧台的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。遇到这种人，尽量的不要让他太贴近这个地方，还是有目的的。真正想买东西的不会跟你说那么多话，打那么多岔岔子。人家已经几条烟都搞定了，你还在这瞪啊瞪，唉，可惜啊。一定要注意，请转发，大量转发。